OK，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今天想来一点唐凤的这个活动哦。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来自 MYP Young Professional 的 Steven。Hi Steven，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于 Pride 的 Kitty，大家好。Hello 哇Kitty，，Hi Steven，今天我今很天的紧人张物不得吗？了哎，真的不得了哦。他是唐是凤哦，不啊，是唐凤宁哦，他是唐凤哦，所以。我跟各是，位讲，我们的尿袋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准备要对他的猛攻，然后我很紧张，老实说。真的，你看线上的人已经。你加入的人居然已经有700个人以上了耶！怎么会这么多人呀？我们今天是要走一个唐凤的 ATM，是不是？哇，这个真的是人数的飙升，真是飞快哈，飞 快持续好。增加，真的越来越多人了。哇，这个速度让我很担心，因为我越来越紧张。不用担心，这样子代表大家都是唐凤的粉丝呢，对不对？对好，对都快对，要破1000了，怎么这么多人？这样子 KC 会不会很伤心啊？对啊，你看这个智伦就说 server 不要爆炸就好了哦，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相信，我们有 IT 大臣在，对不对？怎么会爆炸呢？好，那今天我们用一个很特别的 Q&A 的方式，然后那我这边就交给 Kitty 来做一个好介绍。哦，好的。好，各位，我们现在呢，待会我们的节目是这样进行的哈，然后等下，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 ERG 介绍，然后再跟 ERG 跟唐凤做一个聊天，然后最后有一个 QA session，这 QA session 会怎么做呢？大家可以看你们的 chat，它有一个网址，最上面有一个网址叫做就是 Slido，大家可以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呢，请你们输入你的这个进来之后，你会看到一个web page，它左上角它有写 Joining as a participant，你把这个 passcode 881916，好，大家已经到这一个 stage 了吗？好，881916进来了之后，你这个 web page 呢，就是会出现了这个第三个这个画面，你们可以把你们想要问的问题，不管是 Pride，不管是跟 Young Professional 有关系，或者是越劲爆的题目也都 OK 哦。我相信唐凤的心脏一定可以承受得了了。例如是什么呢？请问唐凤，你今天请问你是怎么样保养你的头发啦？或者说你有没有用 Foodpanda 订过餐呐之类的？好，那你就可以把这些写进去，或者你用剧名或者是匿名，然后再按传送。传送进来之后呢，里面有好多的题目，对吧？好，大家可以一一的去看。如果你想要你这个答案，这个题目呢优先被回答的话，请你在你的这个题目的右上角有没有看到这个赞？点赞数越多，就会优先被回答哦。好，这样大家都会了吗？Steven，你们都会了吗？哦，肯定会的啊！里面说不定就是我跟各位讲，唐凤可以很劲爆的问题，但他是，不一定绝会对没回问答题。啦。哦，然后呢，我们的回答是以顶置的方式哦，越多赞越快回答。那我们时间就是这么的紧迫，所以呢，我们越 can 的问题，你只要赞够哦，揪你的好友们，给他去按赞，按赞之后上去，哎，我们就会事先先 highlight 出来，让唐凤来做个回应。OK，那就是这么简单。刚刚有人跟我说，为什么我没有戴口罩？因为第一我在家，然后我旁边没有任何人。OK，所以不用担心，我不是防疫破口，好吗？好，先好。跟各位说明一下。好，我们还再给1分钟的时间哈，让大家来去熟悉这个 Slido 的这个平台。那我们很等一简下单。就要开始喽。哎，我们你线看。上的朋友已经有1.2K 了，哎。对啊，1.2K，哇塞，这个数字让 KC 听到，他会说算了，以后不要办 ATM 了，都没人来听怎么办？哇，1.3K，哇，好多人呢！哎，你知道台湾有几个人吗？大约1万个人，我们已经有1/10的同仁上线了，哎，对不对？不得了，真的是不得了，真的没哈、关系，来，那我们接下来的刚刚提到我们的。大家长 KC 对不对？我们现在来正式欢迎 KC 来帮我们做个开场，欢迎欢迎 KC。KC。
好，谢谢啊，各位同仁大家好啊，今天很荣幸这个透过 MIT 跟 Pride 两个 ERG 两个 ERG Group 能够邀请到我们的唐凤政委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他强大的脑波啊。我先纠正一下主持人刚刚讲的，我们员工只有9000人，所以今天已经有 15% 的同仁已经加入了，这个实在是非常的难得。谢谢。对。我要把时间留给这个唐政委，我想大家比较期待的是他，那那个就再交还给主持人。谢谢政委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也谢谢感谢同仁大家利用午餐时间来加入，谢谢。好。OK， 谢谢 KC 哥为我们唐凤开启这个开讲的一个揭开序幕啦齁。在我们邀请唐凤出来之前呢，让我跟 Stephen 先跟唐凤还有美光的朋友们做一个简单介绍 Pride 跟 MYP。 好，下一页。好，那我们 Pride 是什么呢？我们的 Pride 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平等聚焦于爱，而不是一个特别的性别。那 Pride Airlines 呢，是由我们美光团队成员自发组成的一个员工资源团体，这个 Employee Resource Groups ERG。 那我们致力于在公司跟社区推动性别友善的政策跟文化，以及希望创造支持同志族群，也就是 LGBTQ 族群的平权。那大家一定会很疑惑，什么是 LGBTQ 呢？ L 就是 Lesbian 女同性恋者， G Gay 男同性恋者，B bisexual 双性恋者， T transgender 跨性别族群，跟 Q questioner 或是 queer 就是对自己性别不是很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呢，我们希望有一个爱、包容跟尊重的美光工作环境，让所有的团队成员都能够在美光成长跟繁荣。那我们同时六月也是一个 Pride Month。好，那6月1号到6月6号呢，大家都可能经过我们 building 的前面的时候，你会看到就像左边跟右边的这个图，彩虹旗飞扬。那6月9号也是明天开始，我们 kick off 一个最佳彩虹代言人。6月25号有一个混搭的一个袜子日，我们欢迎大家6月25号呢那一天穿不同的一个袜子来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不一样，同时也是一个很一样的一个朋友的一个 group。 那同时六月有一个十月游行台湾骄傲月，那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台湾 Pride 的话，那你可以在 webpage alias 台湾直接 key 台湾 Pride，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一个智囊团，然后来协助我们内部推动一个政策跟设施的一个优化。那如果你们想要问，一定可能会想问，请问我想要如何来支持我们的 Pride 呢？那你们可以刚刚跳出来这一个Global Pride Bingo 呢，里面有很多跟 Pride 相关的一个活动，很 easy， 在办公室你都可以做到的。只要你每一个icon 呢都有做到的话，只要连成一条线，你就可以把这个寄到 Global， 他会送你一个精美小礼物哦。那当然，我们也欢迎唐政委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游戏。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MYP 的 Steven 为我们简介 MYP。好。谢谢那个 Kitty 的这个 Pride 的 intro 哈、哦。那我刚刚很好奇，就是我拿成一条线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要求 Global 那边给我一支辉瑞的疫苗哈、哦，空运来台这样子？好，这只是玩笑话，jokes aside。那台湾 MYP 其实大家可能已经不陌生哦。台湾 MYP 是全亚洲第一个 MYP， 致力在亚洲的第一个 chapter。那 MYP 主要是推动美光内部 多方领域精英人才的交流，讲白了就是认识你非你本部门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人才， HR, Facility, EHS 等等、哦、IT 对不对？那挑战传统并推创新理念。什么叫做挑战传统？就是你老板说的不一定都是对的，你要勇于挑战，勇于 speak up， 然后把你的新理念去推创出去、哦、然后激励彼此的学习并成长哦、那成长之后是怎么样呢？进而提升公司的竞争力。那竞争力是干嘛呢？就是打败我们的竞争者啊，不是在内部互相的残杀哦，是出去枪口对外，
哦，大家一起努力的成长。OK， 那我们的 alias 就是台湾 MYP。那如果有兴趣 learn more about 台湾 MYP， 这边是我们的 alias。那接下来大家很紧张，很紧张，就想说，哎，这两个人在那边欢什么，对不对？然后 KC 都讲完话了，怎么还没看到我们的重要人物呢？好久成瓮底嘛，对不对？来，我们现在正式欢迎我们的唐凤。Hello Audrey， 你好。Hello Audrey。Hello， 大家好。好，那现在哈、哦，我来当帮 Audrey 介绍一下他自己哦。那其实大家可以看见、我们的 slide 上面，八岁自学电脑程式，13岁哦开始自学，然后国中就开始上 college prep 的 classes， 那16岁创业，33岁退休，35岁当上啊、最青年的政最年轻的政委。然后甚至在行政院的资料表上面、那个党政栏跟性别栏都是选择无哦。那这个然后再加上就是 Audrey 是被网友称所谓的天才 IT 大臣、哦、那对我们来说就是神哦，就 God OK。 那当然啦，但在其实在可能很年轻的时候这个 Audrey 就知道自己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然后甚至在小学的时候有经过霸凌这个期间哦，那就有一点就有点是明天不一定醒得过来这种觉悟。他就有点像我想到现在 COVID-19 哦，快乐自习啊、明天不一定醒得起来的这个问题哦。所以你在国小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子的哦远见哦，所以这个是让我还蛮欣慰的。那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这样子你每一天都非常投入哦， living the day every day， 然后变成非常的超脱。然后您的爸爸也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真的非常努力。那我们现在有请 Audrey， 欢迎 Audrey。 嗨，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对谈，我旁边也没有人，所以我就yeah， 那以我的理解，我们会是先我们几个人聊一聊，然后再进 Slido， 对不对？因为 Slido 我看还在酝酿，现在快要70个问题了、哎、是的是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直接先做一个 ERG 对谈咯。好，那我们今天有两个 group， 也就是 MYP 跟 ERG 会跟唐政委聊一下天。那我代表我们 Pride 来先来问你一个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啦齁。那其实呢大家都知道你很多的一个资讯呢都是从 Google 来的啦齁。大家都是从 Google 上面认识你的。例如哦，你以前的原名呢是唐宗翰啦齁，后来呢改名成唐凤。那出生于在1981年等等等的资讯啦齁。那今天很荣幸邀请你来跟大家一起做，想要让大家知道Google 不认识的唐凤到底是怎么样呢？那刚刚 Steven 有为我们小小简介唐凤，您在行政院人事资料表上面呢，他的姓，你的性别栏都是无，还是让我觉得很有趣的。那并且呢，你在台湾史上的是我们台湾首位跨性别阁员，然后并且台湾在台湾呢性别平权立下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我想要请教唐凤，就是你在过去的一个自我性别认同，例如你是如何第一次跟别人自我介绍你的非二元性别，那并且有没有遇到困难或者是挑战呢？是以阁员来讲，我确实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个 openly transgender 了，就是第一个出柜为跨性别，说不定别人都是跨性别，只是没出柜，对不对？那然后所以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情是说，为什么我会填无？大概就是因为说我比较在意的是我们的共同的体验，而不是说所谓的认同。所以我很少说我几岁以前是什么，几岁以后是什么。我会说，哎，我12、13岁有第一次青春期，23、24岁有第二次青春期等等，是用我们共同的体验，而不是用一个标签。那如果硬要挑一个标签，我都会说啊，那我就 Homo sapiens， 就是现代智人嘛。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性别不是我们一个标签，对吧？那请问一下哦，那个就是
请问您在针对一个性别平权的议题，好，为了可以让职场环境可以更友善、更包容同性团体，您认为有没有什么项目啊，或者是议题，让我们企业可以跟政府共同一起推动？或者你有没有建议企业可以从什么方面先着手，将重心放在什么地方去推动友善环境呢？对，那当然现在都讲 DEI 嘛，就是多元平权涵容或包容嘛。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在 DEI 上面就是所谓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就是所有关于大家的权益的事情大家都要有参与的机会。那这个在传统的民主制度里面也未必做得那么好，好比像说如果你是移工可能就不太有投票权，或者是说还不到18岁，传统上立委跟议员也比较不太理你，因为没有票之类的。那就是说这些underrepresented， 就是说他在参与的制度上面被排除掉的，当然就要先让他能够进入。所以好比像说我们有青年咨询委员会啊，不到18岁也可以参与这个线上的联署啊，移工也可以参与式预算啊等等的这些方式。那等到大家把 DEI 的那个 equity 做成一个习惯的话，那 LGBTIQ+ 族群也自然的能够被包容在这个共融的概念里面。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先全面的有 DEI nothing without us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的想法，然后之后再是 LGBTQ， 它其实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样。哦，原来 OK， 哦，真的谢谢你的分享了哈。那此外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在2019年正式通过同婚专法，那台湾是第一个亚洲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哦。请问据你的了解，请问接下来台湾政府针对性别平等或者是平权的这个议题，有没有正在进行或者是预计推动的项目呢？先澄清一下，我们是结婚不结姻啊，所以对不对，专法优于民法，所以是这个第一个同性结婚通过的国家，但是在亚洲，但是并没有结成姻亲呢，那这对很多人来讲说不定是一个 plus。 anyway， 那我要讲的是说我们现在在推动的其实很多是关于实质的平权，就是 equity。那不一定是只是我们在法律上面说，哎，这样看起来平等了。那其实就连我们常常喜欢说一些数字，好比像说我们在国会里面超过40%的议员呢，都是女性嘛。那像这样子的数字，在国际上面觉得说，哎，以最早的性别平等来讲，看起来做得不错。但是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好比像说在 STEM， 就是我们的科学啊、技术啊、工程啊、数学，那目前其实还不到，快要到1/4，是女性，那更不要讲 LGBTIQ 了。所以就是说在特定的领域，怎么样子让这种实质的参与增加？那或者像说，我这阵子也是负责关于资安方面的一些工作嘛，那我们就知道在资安这边这个失衡的情况又更严重，比起广大的 STEM 来讲，所以我们才会去做一些好比像说Girls in Cybersecurity 啊，蔡英文总统亲自下来这个颁奖啊，来 promote 啊，我也拍了一支短片嘛，说学资安的时候电脑都不会问我性别啊等等的这样的方式，去确保说它是就是 generally inclusive， 不是只是说单一的 L 或 GBTIQ 或者是女性或男性等等，而是说电脑真的不会在意你的性别或性倾向，在你学资安的时候是要把这个 message 扩散出去。了解 ，OK， 谢谢你哈。那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公司呢，在这个就是追求比较多的一个女性同仁呢进来公司这一步，我们这一个部分我们也是有非常的一个长足的进步啦哈。那之前呢，我其实觉得蛮有趣，我女儿啊，她那时候一年级的时候，就是刚进去学校，她的老师很有趣，她就是说跟我们家长说，哎，所有家长，我想要办一个这个彩虹议题的这个故事分享，好，跟学生去做一个分享。那我觉得这个是当他讲完这个呢，好多家长都一直就是抗议，他说我不想要让我的小孩接触这么早就接触这样子的一个彩虹的议题。那于是呢，这一个活动就被 cancel 掉，我觉得非常的可惜。那因为之前我有看过你在别的地方做分享，就是说关于上一代跟下一代的一个对于彩虹的议题的这个思想征服的时候，你有那时候有提到说，哎，其实下一代的这一个彩虹
这个已经有相对的一个开放了。可是根据我刚刚这个我这样的一个分享，那请问你觉得要如何教育上一代呢？是，我是觉得上一代对于结婚的这件事情，还是从结姻的角度来理解了。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结婚不结姻这个很重要的社会创新，就是在告诉上一代说，这个并不会因此就冒出好比像说儿婿啊、女婿啊、16种新的称谓啊，不会这样子。他跟姻亲关系跟家庭跟家庭因为办了一场婚礼而结合的那个2007年以前的仪式婚是完全没有关联的。我们现在在讲的是关于他家的平权，就是登记婚的那一部分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要先讲清楚，才有可能去跟上一代去进行沟通。不然的话，他看到同性结婚，他脑里还是想到的是联姻，那这样子的话自然就会比较 defensive。 所以通常我跟上一代沟通的时候，都是先肯认他们对于这个结姻的价值，然后呢又很多人会说啊，现在离婚率很高啊什么之类，那我们再说哎，那有一群人愿意这个你知道让离婚率下降之类的，就是说先去肯定他的价值，然后说哎，我们这边的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是补充他们的价值，并不是去摧毁他们的价值。哦，从这个就是一个价值同婚的这个方式去下手，然后激起他们的一个同理心啦，哈。好 ，OK。那请问哦，因为我们之前呢、啊，在这个维基百科上面有看到一些您，因为您的这个性别气质啦，哈，或是倾向，那你儿子有一些被霸凌，我觉得身为妈妈的我都觉得看到很心疼啦，哈。那请问对于这个性别气质的一个倾向啊，在生活中肯定有很多人有跟你一样同样的一个经验，请问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分享吗？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喜欢自己。如果喜欢自己的话，别人不管怎么样，那是他的问题嘛。对我来讲，我就当成语料啊，语料是我们做计算语言学的一个专门的用词，就是 corpus， 就是哦，原来中文还可以这样用啊，很欣赏啊之类的这样的做法。那这样子就自然不会变成好像是说，哎，硬要去对方去接受你，或者硬要对方怎么样，对方不管怎么样，那是他的问题哦。这是第一点，就是要喜欢自己。那第二个就是说要结合类似情况的，这叫 intersectionality， 就是多元交织。就好比像说，如果你不是性少数，但是说不定你是用左手比较方便，那也是一种少数。就是说在每个人可能都在某些情况下面是处于好像被社会习焉而不察的这些常规，好像有一点排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在任何好比像在公司里面组成 ERG 之类的时候，是可以去给有很多的平台让大家来分享这样子的感觉，并且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怎么样子把自己在优势地位的这些情况，哎，不要就是去歧视那些在弱势地位的，这样你自己在弱势地位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你以前在强势的那个地位去帮助其他人的那个经验，然后现在来说，哎，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怎么样集思广益去调整？好比像说，我的办公室在社会创新实验中心仁爱路399号，那就是经过大家集思广益之后，好比像说我们的洗手间，那在一楼就马上就有4个啊、这个男性的、女性的、不分性别的，然后跟轮椅可用的。那这样子就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哎，这因为是当时大家都在 intersectional 多元交织的情况下讨论出来的，那所以大家都可以接受，而且任何一个坏了，其他还可以用。嗯，对，哎，这还蛮不错的哈，就是说，其实对我们这些族群，就是或者是被霸凌的这些朋友呢，觉得首先就是你刚刚讲的，要喜欢自己，并且跟别人沟通，哎 ，come on， 我们就是一般人而已嘛，我跟你一样，就是同样的生活在台湾的朋友啊。OK， 那如果说像刚刚有讲到一些心理层面的啊，全面的内化啊，我认为其实现场的各位朋友呢，我们就是那一个小小的种子，好，行动支持每一个同性朋友，那改变也要从我们做起，要大家最后一起努力。那最后呢，因为我真心觉得这个就是 Audrey 是我们的Pride 最佳代言人啦，吼，那我真的很想要把你的照片呢大大的把它放在我们 Pride 的一个网页里面，请问你愿不愿意成为我们虚拟的 Pride 会员？
当然我都是抛弃掉肖像权跟著作权啊，所以你爱放到哪里就放哪里啊，这都没有问题的，我都抛弃掉。好，谢谢谢谢。好，那 OK， 当然呢，唐凤在台湾性别平权立下了一个相当的重要的里程碑哈。日本人还称他为 IT 大臣哦，非常的专业 professional。交给 Steven。好，谢谢谢谢 Kitty， 然后谢谢阿紫哦。那现在呢，刚刚哦。非常的就是 very targeted topic， 那现在呢就是来一个天马行空，给你一个乱的轰炸哦，那希望你能，我相信你应该接得住，但是千万不要再丢回来我不一定接得住OK， 那来我们从这边开始哦。那政委从之前从小哦，从拒学到自学，然后最后走出自己的路哦，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别人怎么想是人家的事情，对不对？那这个上面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历程，您有什么样的分享？是，我觉得对我改变影响最大的就是，我14岁的时候，国中的校长杜慧平校长，那当时我拿着一堆 email print out 去找他，说我现在找到一个很棒的，社群叫做 ARXIV Archive， 康奈尔大学现在还在，就是专门学者在发表到期刊以前，就先把 preprint 预印版嘛，先丢在上面给大家来讨论。那所以可以想成一个类似 BBS 或 D 卡吧，只是 PO 的不是废文，是论文了、啊。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只要写个 email 过去，他不知道我才14岁，他就把我当另外一个研究者，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开始 collaborate。那所以我当时就说跟校长说，你看你跟我说要花10年，考个 GRE。什么出国什么之类才能开始做研究的学者，哎，现在我们就已经接上线了。那所以可不可以说我不要一天下了学才放了学才去做研究，会不会一天16小时都做研究？那我这样跟他讲的时候，其实脑里是有一整个决策树，我想说他会怎么样子把他丢回来，然后我就要怎么讲之类之类。那但是他想一想就说，哎，那你明天就不用来上学了。哎，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说，对哦，原来这个我们专业的公教人员呢、啊，其实是最创新的一群人。那这也就是一直在我这个从中二 ，like literally 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到现在，都一直抱持的一个信念，就是说，其实，在大的组织里面，还是有很多会创新的人。那因为校长的保佑，所以我说服我的家人啊，说服我的亲朋好友啊，就变得非常的容易。那所以可以说，那是一个转捩点，因为如果他不愿意的话，当时还没有实验教育三法嘛，那我们可能就要公民不服从之类，那就会非常的辛苦。所以再次感谢杜慧平校长，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了解。那所以现在在这个疫情的状况，好像可能很多学生都在家里自学哦。那您这样子的是不是我可以直接跟这些学生，特别像我们在 audience 里面这些说不定是爸爸妈妈，直接跟他讲说，哦，就是 Audrey 给你们这样子的价值，所以他们不用去上课了因为现在也就是你知道，就是暑假提早来临，没有了，还是要自主学习。对，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被数位转型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隔着荧幕，其实也很难强迫小孩子做任何事情了。所以就早一点放手，把他当大人，那他就会变得比较成熟。如果还把他当做小小孩的话，那他就比较没有那么快成熟。了解了解。那好，那好，再来一个问题哦，就是您小时候有过所谓世界通用文字的梦想哦，然后现在有比特币啊这种区块链机啊，去中心化思想的背景的现代，你觉得您现在还有机会达到之前小时候的目标吗？那时候的梦想当然现在有 Unicode 啦，那 Unicode 里面有一区啊叫做颜文字啊 Emoji 啊，那也包含现在就是大家在 PO 的那个 Zalgo 的那个那一串乱码哦。那所以这些如果有看这个 Arrival 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它跨文化的一种文字嘛，在任何文化里面，那同样的彩虹旗就是彩虹旗的意思嘛，一个笑脸就是笑脸的意思嘛，等等，所以可以说是这个通用文字，感谢 Unicode 可以让他们不是图片而打成字哦，这个已经是发生了，所以我还蛮开心的。那中间我也多多少少有一些贡献，尤其之前在 Apple 的时候，那现在当然没有很具体的贡献，但是很高兴的来使用，所以大家会发现我在 Twitter 上啊或在 Facebook 上、啊、有事没事就 po 一大堆 emoji 哦，那可以说是因为让它的通用性变得比较高。
了解，那我就像刚刚郑伟刚刚分享的两段、哦、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在看台版的那个 Big Bang Theory 哦，就是感觉你是 Sheldon Cooper， 然后呢，还是说你有兴趣到赴美去参加演出，就像你最近帮闪灵开金口唱歌一样哦。所以诶，对我是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得了。但我家里是锡箔纸不够，但我听了那个您的那个。音波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有点没有办法抵挡、哦、真的是有点入侵我的大脑的感觉。好，对，没错没错。那再来就是现在疫情延烧的情况、哦、科技可以让、文化更民主，也可以打破同温层。那对于我们科技产业、哦、像比如美光的团队是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可以什么样的继续、对台湾这个大社或甚至整个 over the world 有什么样的贡献的建议？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大的组织，就是内部这样子由员工自己发起、自己参与这样子的横向的连接的社群，很可能就是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说，哦，原来民主不是我下了班才能做的事情，而是在我上班的时候也可以一起来讨论，就是公司里面的事情。那像今天是用 Slido， 我记得之前跟应该是景琦金总经理嘛，之前有参加过一个类似 Keynote 的一个 Panel， 那。我跟他是前后，我们连续好像两三次都是同台都前后。那他有他的简报，但是我就是 slide， 问到什么就开什么简报。后来他就很受启发，所以回去他的 all company town hall， 就用 slide。那后来据说这是他一年推行的所有政策最被欢迎的一项，因为他有足够多人的按赞啊，这个总经理就 hold to account， 他必须要做出说明或者做出改变。那这个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了解，你看哇，我现在看到 KC 还在线上，我们的董事长哦，徐国进董事长，所以他应该听到了哦，那到时候我们私底下再去跟他做一个确认这样子。好，那我知道那个政委常常会走路上下班，然后走路上下班，那我想就是有没有可能在哪个地段，因为你每次讲说哦，你的研究中心在哪里，仁爱路，对啊，您对仁爱路那边。对，那我昨天到行政院的时候并没有可能没有这个机会捕捉到野生的唐凤、哦、所以野生的唐凤是真的可以捕捉得到的吗？对，你如果到行政院的话，一楼进去右转到底会看到一大堆便利贴，那有机会这个看到我，但是我这接近五年来大概一个礼拜都只有两天或三天有时候在那边，所以捕捉到的几率就没有很高。对，那我现在是在信义大楼，就是大安森林公园对面，工业局水利署旁边嘛。那所以从这边到仁爱路三段九十九号的那个步行，经过建国花市的那一条路，是最有可能捕捉到我的。了解，所以大家赶快写下来哦，赶快写下来，要捕捉野生唐凤，就是在那边堵它哦，开玩笑的。好，那再来就是像是那个台湾社交那个 APP 距离的那个 APP 的建立哦，那如果我们有点好奇，就是如果民众哦，可能是老一辈的人，他可能没有这样子的智慧型手机的时候，他没有安装，那是否会不会失去这种 APP 的该有的功效？那企业又怎么样去协助？哦，像科技产业怎么去协助改善这一方面的困境？是，现在当然台湾社交距离，我从昨天开始，就是用它当简讯十连制的扫码器，它有加了一个新功能在左上角。那所以只要按左上角，然后去扫简讯十连制，那这是我目前用过最准而且最快，而且最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就是他碰到别的 QR code 都不反应。那所以我觉得这还蛮好的，等于是说记集管家那个还要多按好几个键嘛，而且我很少用 LINE 的情况下，那我还可以用一个专属的 APP。可如你说的，如果是长辈，好比像说我其实有另外一只 Nokia 翻盖的手机，那这样可能就装不起来，因为他跑的根本就是开 iOS。也没有Android 的 App 可以跑。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会compatible， 就是只要你有后镜头，你用任何的扫码器都可以。就算没有后镜头，你手动输入那15码的 location code 传到1922，那也是完全免费嘛。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多长辈是很高兴，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有考虑到他们手动 key 15个数字，因为他们也不一定想要去摸那个纸跟笔啊。但是对他来讲，要装一个 smartphone 也不容易，所以在就是这 20% 我们用数位机会调查，就 20% 的人他知道怎么操作手机，可他不会安装 app，
的这 20% 的人来讲，那用他内建的相机或简讯程式就是一个 sweet spot， 就是他不用学他就还是可以去这样子做。那当然就是可能还有2-3%他是连 feature phone 都没有，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是推荐连续章，连续章很好用，就是刻一个自己名字跟联络电话的连续章，然后看到纸笔出来就盖一下这样子。是是是，因为我本人当初推这个 APP 推行的时候，我就马上装了，然后就看说，哎，这到底会告诉我什么样子的资讯？但是到现在都是啊，你好像很安全，没有跟任何人接触哦。那有点是让我有点怀疑，说到底是不是有在作用哦？那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让我有点好奇。但是刚刚最近有一个新闻哈、哦，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转到1922免费的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是有拨预算的。对对，其实是那个预算是我们跟电信公司调资料的预算，不是你传给电信公司的预算，这是两回事。了解了解，因为这你看新闻上面的告知我们的东西，其实说明是假的、不是那么的正确的，所以本人在这边直接问本人就对了。好，那再来就是借由 COVID-19 我们看到的就是公权力中心化的情况、哦、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使公权力中心化更为显著。那从你的角度来看，如何达到一个公权力跟科技的一个平衡？因为对我来讲，公权力这三个字，它不一定只有政府才能够使用、哦、那举例来讲，像我们做 Internet Standard，其实 TCP/IP 嘛，也是一种公权力。其实不是公权力，它也是一种公权力。为什么？是因为这跟大家都有关联，而且大家都可以使用。所以我觉得，公权力的正当性不是来自于说它一定是国家政府或什么的，而是只要有任何一个组织，它可以给得出 legitimacy 跟 accountability， 就是它能够有正当性，并且能够给出交代。那这样子的话，大家信任就会开始往那个方向去集中。那Internet Governance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或者是说分散式账本，好比像说这个比特币，它是并没有一个单一的集中的政府，但大家的信任呢，往那边集中，然后呢，大家就会开始问说，那你花这么多的电力烧煤炭，什么是不是在就是为了就是这一代去破坏下一代子孙？那他如果回答不出来，那大家就会往别的这个不是 Proof of Work 的开始去移动等等。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参加的人都可以用脚投票，或者是用CPU 投票吧，就是每个人能够选择加入哪一些，像我们这个叫 Data Collaborative， 就是资料的合作组织，那这些合作组织就自然的会取得正当性。所以政府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好比方简讯十连制，那你刚刚问我，我就必须要给得出交代啊，就说其实电信商本来就已经答应说这是吃到饱，但是后端的资料处理啊、分析啊、retention 啊等等，那个是有费用，而且我们如果不给他，然后硬去征收的话，你怎么知道他不把你的简讯卖给广告商？所以我们要一个对价，我们才能够说，那你绝对不能够去做防疫以外的任何其他的用途等等。那这些都是要给得出交代。那如果给得出交代 ，legitimacy 就增加嘛；给不出交代 ，legitimacy 正当性就减少。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Legitimacy, accountability. OK, 那像是那像是科技的介入，像是现在在台湾就讲到疫苗的议题非常非常夯嘛，就是疫苗我们就一直很缺，一直缺乏疫苗的这一块。那政府有没有想过用借由企业的力量去跟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o negotiate？这个听起来比较像是跟指挥官问的问题了，以我的理解。你听起来就是我们的指挥官办法了。对，但是我并不是指挥官，就好像说当时我们做口罩实名制，我们是负责大家都拿得到口罩，但是我并不负责去制作口罩了。所以就是说制作或者进口的那一端我觉得还是指挥中心来处理。那我自己就是确保说下一批不管哪里来的飞机它降落了，那现在是要数只要花7天嘛，如果是我们处理过的厂牌的疫苗的话，那这7天它一面在验，我们就一面预约，那确保它一验完就大家就有的施打，那这个是我的工作，但是这个的前端我就不太清楚。好的，谢谢。那我们等那个指挥官有空的时候，不再拿着板子报数字的时候，我们再邀请他来做一个相关的解释。那好，那在这个快速资讯爆炸的时代，未来的小孩可以做些什么？然后还有已经没有救的大人又可以做些什么？
您的建议？我建议不要放弃治疗，不要放弃治疗，都是有救的。我是觉得啦，资讯爆炸它是一个个体的一个感受，但是我就没有这个感受。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我是用番茄钟这种工作方式，我是很杂食性的，就是海巡自己的名字被召唤，什么东西，那个都是每半小时只做五分钟的事情。那但是其实每半小时里面的25分钟，你可以看到我是在这个 webinar 里面，其实我是非常专注的，不会有什么东西跳出来，不会有什么震动啊什么之类的。那我只有在每25分钟过了之后的那5分钟，才稍微体验一下下资讯爆炸，但是也就才5分钟。然后一回来之后，我又可以继续 focus 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了，就是自己的注意力的管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那像我自己，我只要手指只要碰到 touch screen， 只要超过一定的秒数，我就开始会上瘾。所以我自己知道有这个体质，所以我一定是隔着一支 stylus， 或者是我一定是隔着滑鼠或隔着键盘。那这样子我就不可能变成手机在滑我，都是我在滑手机。所以我从 Palm Pilot， 从 Sharpsaurus， 现在 Galaxy Note， Apple Pencil 啊，我绝对没有接业配啊，这些都是地上有一支笔的 touch screen 我才用。那如果没有笔的 touch screen， 我基本上是不用。所以我碰 touch screen 只用来放大跟缩小，都是你看一沾就离开这样。是是，了解哦。那原来。Stylus 那个大家听到了 Apple 的、哦、我们那个没有业配，没有业配。好，那再来就是最后两个问题哦，就对于Y 世代与 Z 世代的专业人士，如果他们想要作为改革先驱哦 ，challenging the convention， 然后如何要培养有效及正向的未来领导者，您有什么看法？对。我觉得对专业人士来讲，怎么样子跨专业的沟通，我觉得是成为就是 leadership 的 position 的最重要的事情。那像我自己，我都是说我 take all the sides， 意思就是说当一个困难的议题来，各方都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我要能够做到选每一边站。意思就是说任何一方他提出来的这个论点，如果我觉得怎么会有人提这种论点，那是我的错，不是他的问题。所以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用所谓这个民族志方法，没有啦，就是跟他混一阵子，然后直到我能够从他的角度来讲他的事情他的诉求为止。那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把不同的立场变成共同的价值。那我们作为专业者，当然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学术领域可能有专业，但是呢，同样的我们在别的学术领域，我们也是一般的外行人嘛，所以随时保持这种外行人的这种态度，然后去跟各种不同的领域专业的朋友学习。那只有这样子，我觉得才能够在一个新的情况来的时候，做出综合各种专业而且都可以兼顾的那种判断。哇塞，你看大家听到了没，这就是所谓的脑波攻击。我刚才一直在点头有没有？听完真的是我觉得脑波超级弱，真的是。好，最后一个问题，我相信在其他的那个演说里面都有被提到，就是 AI。那 AI 是否可能大量取代未来的人力需求？这个应该这样讲，就是 AI 如果它是 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威权式的这种智能或智慧的话，那它就是为了要主宰或者取代或凌驾我们的人嘛。那但是我现在说 AI 都是说 assistive intelligence 辅助式的这个智能，好比像说我戴这个眼镜，它不是取代我的眼睛嘛，它是 assist 我的眼睛。那 assistive 怎么判断呢？就是刚刚讲 accountability 要给得出交代。我如果这个眼镜突然模糊了或怎么样，我去巷口的眼镜店就可以修理哦，我不用付原厂这个50000块才开始能够修理。所以那他也不会我看一看突然冒出一个广告10秒钟之后才关掉，对不对？那因为他如果这样做，那就不是我的眼镜，而是广告商的眼镜了。所以呢，这个 accountability 也包含 alignment， 就是他的立场必须要是以我的最佳利益为利益，而不是什么别人的最佳利益为利益哦。那如果透过这个方式来发展 AI， 我们就会发现 assistive 的 AI 它就是在让人跟人之间像戴眼镜一样变得更容易彼此沟通。所以这种 AI 的位置是在人跟人中间的，而不是说把一个人取代掉的。那只有把 AI 放在人跟人中间，我们才能够做到什么呢？叫做 collaborative learning， 就是不是只是 machine learning 或 human learning， 而是大家一起彼此学习。哦，所以就是我们要被取代的可能性还是
还是哦，我现在突然捏一把冷汗，有没有？所以你一讲就是哦，好，那 Steven 再见这样子，那我可能就会没有这样子嘛，没有这样子嘛，就是透过 AI 让我们之间，好比像说现在你讲话或我讲话，其实中间有 AI 在作用啊。如果中间的网络稍微掉几个风包，现在的 AI 都可以脑补，现在好像已经可以到快一秒钟了，就是它可以把我们中间没有收到那个风包，想办法脑补回来。那这个就是我说在人跟人中间起作用的 AI， 不是把你换掉。谢谢你的辅助啦，辅助啦，让我们的生活更棒，对不对 ？AI 只是辅助啦，对，嗯。好，谢谢。好，那我们这边的 ERG 的会谈哦，差不多到一个段落，但是。这只是从 ERG 的角度来做一个攻击哦。那接下来，我发现好像我们的 Slido 上面已经有颇多问题了。那我们现在交给 Slido， 104个问题。跟唐凤。好，那第一个问题是说，有了晶圆电子的前车之鉴之后，如何用政府官员的角度来看待在疫情爆发的时刻，但是却又不 work from home 的好公司哦？那第一个当然，我们自己啦，要反求诸己啊。我自己在2016年加入行政院，然后提出 work from home 或 teleworking 是我工作的三个条件之一嘛。那这个呢，在当时，不要说我们公务体系了，一般民众他们跑去做意见调查，接受度好像都只有60%出头。也就是说，在台湾对于公务员不在办公室里面，还是接受度没有那么高，的这件事情。那时候隔一年，2017年，我跑去日内瓦嘛，那个联合国的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然后不是开个机器人去那边讲嘛，也有很多人觉得是标新立异哦。那当然，现在连联合国大会都是全世界。但我的意思是说，本来在一个digital transformation 数位转型发生的时候，大家就会一定会不习惯。那这个不习惯的感觉，世界各国都是一年前或一年多前就经验了。那我们比所有其他人都晚，我们到现在才开始经验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任何的事业体都需要时间来调试，我们自己行政院也不例外，立法院也不例外。但是我们看各国的经验，尤其在台湾，我们宽平式人权，这个调试的期间会比较短，应该是在短短的可能一两个月之内，大家就可以调试到可以能够 teleworking 的都 teleworking 这样子的程度。所以我还蛮有信心的，但你一定要给这些大的组织一些时间，这是不可避免的。好，那有198人想要问说，鉴于你在政府部门有很棒的表现，谢谢，是否考虑在这一届的政府任期结束之后要加入美光，那给予企业上面有一些不同的面向的帮助跟交流啊？谢谢肯定。那要挖角的这个也不是只有你们啦。那但是我要再强调一下，就是说我在行政院跟专业的事务官彼此协同工作，所谓公仆的公仆，是从2014年年底就开始的。那当时呢，其实是就是蔡玉玲政务委员、张善政副院长、毛治国院长的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对我来讲，我就像我的性别栏是填五，我的政党栏也是填五哦。所以不管这届政府的任期结束之后，下一届政府是谁，只要他们还觉得所谓的公仆的公仆啊、开放政府、社会创新需要一个政务委员或者是类似的这个角色来协助，那我都还是非常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那所以我的loyalty 是对所有的人啊，并不是对特定的政党。那所以可能就要先跟美光说抱歉，就是我们还是要看看公部门在下一届的任期觉得我适不适合继续进行公务服务。那要是觉得不适合的话，我们再来谈这样。好，有159位朋友们问说，想提问，在遇到紧急的问题而且是重要的问题的时候，是怎么样做到非常有效率决定适合的方针跟对策。好比像这次的科技防疫的系统的开发，从知道大家会要了解确诊者的足迹，到社交距离这个 APP 推出，时间非常的短哦，中间是怎么样整合各方资源来完成专案哦。
社交距离这个我没有办法居功，是因为它主要还是Eason 就是 PTT 就是杜一锦他的团队的成果。那他们之所以会推出这个，也是去年在各国都在讨论以蓝牙为基础的追踪的时候，他们在Apple 跟 Google 推出 Exposure Notification Service ENS 之前就已经做了这样子一个蓝牙的系统。那当时呢，真的是台湾 can help。因为我们自己真的用不到这套，是要到社区传染的时候、社区传播的时候才用得到的。但他就已经去把原始码公开给其他的国家，让其他国家能够加速的把他们的 app 去做到。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好像我们是这次社区传播出来才紧急推出，而是 Eason 他们的团队本来就已经准备好在那边，本来就已经在布利桃园医院去做初步的这个测试。那布利桃园医院当然最后没有变成社区传播，那可能因为还不是那个 SARS 2.1 Alpha 版哦，那所以没有真的变成社区传播，但是至少在那时候已经预演过一次了嘛。那所以现在我们这个 Alpha 版，它应该现在真的就叫 Alpha 版了。Alpha 版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立刻投入使用。所以这个并不是我的功劳了，但是我的贡献大概就是去确保说，哎，当我们推出简讯十连制的时候，我确实是有跟 Eason 啊跟他的团队讲说，那不如你来做一个比现有的扫码器都不容易扫错的那种扫码器。等等，所以我还是去做横向的串联，不是纵向的指挥了，在这件事上。好，有130位朋友们问说，如何跟笨蛋共事啊？你会怎么样子做，让团队的人可以跟得上你的想法？我想跟笨蛋共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喜欢自己，不是你的问题，对不对？如果你因为其他人反应慢而责怪自己，那你也不会让工作的场所的气氛变得比较好。那但是呢，团队的人呢，跟不跟得上我的想法，我觉得还是其次，而是说我能不能够从他的立场去看事情。因为有的时候他会表现得好像个笨蛋，其实是有一点像是你叫一只鱼去爬树的那这样子的做法。也就是说他有他擅长的互动的方式，有些人是比较喜欢文字，有些人比较喜欢数值，有些人比较喜欢互动，有些人比较喜欢空间，有些人比较喜欢肢体等等的各种各样子的沟通模式，所谓的多元智能嘛。所以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笨蛋，很可能是你们的 API 就是没有开好，就是你强迫他用一种他所不适合的方式来跟你互动，那所以感觉上好像是一个笨蛋。但是如果你多花一些时间去了解到说，从他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子的互动模式比较好的话，那你中间就可以有一些 adapter 啊，好比像说像 Slido 对于不想举手的人，他会就是 camera shy， 或者是说在人大庭广众之间他就是最后一个举手的那样子的人，对他来讲 Slido 就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式的智能的工具哦。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把他所擅长的那一部分，就是把东西想清楚并且用文字表现出来，在匿名的情况，他没有这个 social risk 的情况，去交给其他人按赞，然后再交给我讲出来。那有像这样 Slido 的空间，本来看起来好像很沉默寡言的，或者是长官在主管根本不敢讲话的，哎，突然间 Slido 上就冒出一堆东西哦。反正在场100个人都在滑手机，你也不知道是谁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把空间做得出来，那其实这些朋友就不会是笨蛋，他都是整个团队里面非常好的成员。好，那有127位朋友们支持一位很想认真支持小孩想法的妈妈问说，想请教唐委员，在你小的时候决定自学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父母是如何看待并且支持你的决定，从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陪你一路走过来呢？是我想我的父母他们最重要对我的影响，就是他们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把我当大人看，所以我无理取闹要任何东西都要不到，他们就是要我讲出一个道理来。那我爸呢也不会特别觉得怎么样的道理才是有道理哦，他会当我讲完一串道理之后，他来提示说，哎，可是你前面讲这个是前提，你后面这个推论没有办法 follow， 或者是说你假设这个都是真的，可是这个不一定都是真的啊等等。他并没有什么自己的立场哦，他都是去指出我的论点里面不一致的地方，这个叫苏格拉底方法哦，又叫产婆法，就是说他让我的思路能够比较顺畅的去把他的大前提小前提等等这些都讲得非常清楚，而不是说把他的那一套的价值或信仰灌输到我的脑里。所以我想他对我的最大的影响，就是要我不要受任何权威，包含他，
的影响，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我的母亲的话也是很重要，就是她会跟我去沟通说，哎，我自己碰到霸凌啊或怎么样，不但要喜欢自己，而且可以把自己的这些经验，当我能够了解而且也不会感到不舒服之后，我就把它公开出来。所以像她也有写书嘛，像成长战争，或是说有在儿童日报上面也有一些专栏等等，那她让我发现说，哦，原来我们自己花了一些时间花一些经验碰到这些困难跟挫折，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成长，而是如果我们能够去锻炼一些写文章啊或者是演讲的能力的话，那碰到类似的事情的人也可以从这个中间学习。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自己的成长也可以变成大家共同的成长，可以变成一个社会的贡献嘛。我觉得这是我妈对我的一个影响。好，那有109位朋友们问说，想必 IQ180 那个是身高的唐凤在外界工作的时候一定遇过比自己还要无脑的老板，请问是否有遇过无脑又固执己见让人无法沟通的老板呢？有的话要怎么样子克服呢？我想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自己创业的时候，因为是自己创业了，所以其实是没有老板，只有创业伙伴。那没有老板只有客户，没有老板只有我们的供应链的厂商。所以可能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创业，所以我大概没有什么好像要去跟老板协调的那种感觉。即使是我到了行政院工作，当时我跟林权院长讲的三个条件，一个是远距上班，这个大家知道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主持的任何会议都要用录影或者是逐字稿的方式记录下来，而不是只是摘要的记录嘛，那就是所谓的公开透明。但是第三个就是谁也不是谁的老板，我既不接受命令，我也不下命令。所以并不是说我为林权院长工作，而是我和林权院长一起工作。那这个呢，我也是很高兴，就是历任的几位院长，应该严格来讲是从毛治国院长开始嘛，张善政院长、林权院长、赖清德院长、苏贞昌院长都同意用这样的方式，等于是一种协作的这样子一种关系。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的固执己见并不是一件坏事啊。你的客户固执己见，表示你可以从他那边学到比较好的 spec 啊，因为你随时都可以 say no 嘛。那我25分钟我可以专心工作，我没有说谁的电话来我一定要被打断，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就是 on your own terms 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那所以这样子的话自然也不需要去克服这种不对等权力关系造成的一些事情，等于大家都是创业伙伴的那种感觉。那有89位朋友们问说，穿梭在思想僵化的政务官以及思想没那么僵化的政客之间，没有，那个是我家的，在政务官跟政客之间，在 LGBT 议题上面有没有遭遇到什么困难呢？或者是开心或者暖心的事情呢？有没有什么分享怎么应对的哦？我觉得彩虹口罩这个我还蛮开心的，说真的，那时候我们同志大游行，那包含台湾第一次的跨性别游行等等，那这个我也都有支持嘛。那当时就是我戴这个粉红口罩，我就发现说不管是蔡英文总统啊，或者是苏贞昌院长啊，或者他们旁边的一些幕僚啊，就是大家都很支持，而且很多幕僚问我哪里买的啊，很快他们就自己也戴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从彩虹口罩就让我们发现说，口罩这件事情在台湾它已经变成一个大家共享经验的那种感觉。就像粉红口罩最红的那一阵子哦，就是没有任何品牌不会稍微用一下粉红色来当做它的宣传一样，那是性别主流化这个一次重大的胜利嘛，就是所有人都穿粉红色的这个概念。那所以不管粉红口罩还是彩虹口罩，还是各个不同的 LGBTQ 的这些象征，现在都变成好像长明文化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是最让我开心的一件事情。那至于说有遇到什么困难吗？我觉得当时在就是两个公投同时出来，那再加上大法官的视线，等于把这个 solution space 切到非常非常小，甚至有些人会觉得是负的，就是根本没有解法的这个情况。那但是真的很困难的情况下，因为我们有做性别主流化性别影响评估已经长达12-13年的时间，所以常任文官其实是在第一时间就看到这个 solution space 唯一能够解决的方式叫做结婚不结姻。那然后就在思想里
灵活的政客的协助之下，想出了一个叫超连结法案的那个法律的名字，那所以就不会再陷入以前那种到底要叫同性伴侣法、同性结婚法、同性婚姻法、什么第二条关系法什么之类啊，他直接去叫做大法官的这个第几号解释的施行法等等。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非常有创意。那这个是困难的克服，我觉得也有的时候就是要靠有政治思维的人，不是开玩笑的。嗯，好，那有95位朋友们支持一定要降脂呢的小当家说，那请问您怎么看这次媒体操纵防疫风向的事情？民众被风向操作的情况是不是日趋严重哦？当然我觉得我们随时都非常感谢指出我们可能施政有问题的朋友啊。那这个不是只是讲场面话，而是说我们自己在做决定的时候毕竟不可能去同理到所有被政策影响到的人。所以为什么指挥官开记者会要给所有媒体问到饱，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是来告诉我们说有哪一些我们没有考虑到的事情，没有考虑到的族群啊等等。那但是确实有的时候问问题的方式它会隐含着一个我们叫做 call to action 嘛。那但是有一些的媒体或者是有一些的社群媒体，甚至它的这个 call to action 它是往可能是对人不对事，就是说你要特别去怪谁，或者是特别去歧视某一群人，那或者是贬低某个人或者某一群人的方式去引导。那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才是可忧虑的。如果我们是对事不对人，那就是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应该要处理好的一件事上，我觉得随时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事不对人要怎么样子确保呢？我觉得就是不要讨厌媒体吧，要自己当媒体吧。所以我们才会用各种各样子的方式，不只是记者会嘛，也包含1922。那1922也不是只是打电话嘛，也有 LineBot 嘛。那不只有 LineBot 嘛，现在有简讯嘛。那不只有简讯，接下来还会有网站嘛 ,192.gov.tw 啊。我们会尽可能的把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给大家一个第一时间可以获得一个 accountability, 就是给得出交代的这样子一种做法。那我觉得只有这样子提供完整的脉络，才能够去让这种对人不对事的这种比较就是对社群比较不利的这些风向吧，能够去把它变成，那我们就来讨论说，这种事情真的很糟糕，但是怎么样不让它再发生呢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方向去。好，有105位朋友们问说 ，Kitty 嘛，想要问说，请问您怎么样保养您的头发啊？我就是睡够，每天都睡8个小时。那不管是头发的保养还是皮肤的保养，我都发现说我只要能够睡满8个小时，不是只是躺着8小时，睡足8个小时。那如果睡不够，好比像说只睡7小时，那我就在中午把它补足。所以我就是怎么样每天都一定要加起来睡到8小时。那这样不管是皮肤还是头发都不需要特别用保养品，就保养的还行。好，那这个问题比较长，我们来快速念一下。有102位朋友们问说，建议你在数位部门有很多很棒的 idea, 好比说口罩地图、简讯实验室跟未来疫苗预约平台，觉得你把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都实现了。因为你小的时候在不同国家的学习环境带过，现在台湾学童的学习方式似乎不够生动也不够活用。请问您是不是有兴趣跨领域到教育部去改革台湾学童的学习方式？会怎么样想要改革现有的学习制度呢？以及希望台湾的下一代可以跟你一样优秀，并且跟上全世界的脚步啊？那我是觉得我本来在入阁之前就是从2015年嘛，2014-2015，其实就一直在投入教育的工作，只是说之前比较是实验教育界的工作，但是后来因为高中生反黑箱课纲的那一件事情的关系，所以我也被邀到了国教院，所以接下来就全面适用的新课纲、实验国教课纲，其实也算是我是共同参与者之一嘛，课发会的委员，所以对我来讲，新课纲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老师并没有所有的标准答案。那这个隐含的意思就是说答案是老师跟学生一起去找、一起去创造出来的。
那这个后面隐含的意思就是说，只要在高中探索出自己的兴趣，他自己可以提前的去做以前在大学才能做的，好比像说选修啊、加深加广啊、capstone 啊等等的这些的课程。那等到他在高中端体验完这些之后，他也不一定就要去上大学。那这个是我们当初设计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说高中学到一个程度，那他就可以去投入工作，他需要学术的训练再回到大学，这样子他的学习动机会变得很强。那只是说这个理念现在并不是很实际，是因为其实18岁还没有真的成年嘛，我们还要再等一年多18岁才成年。那在18岁没有成年的情况下，我们去说啊，那你这个18岁高中毕业不一定要念大学，到最后你不管要做什么事情还是要家长签字啊。那所以你处于这个18岁的人就处于一个弱势的谈判地位哦，跟他的家长比起来。那但是过了可能一两年之后，真的18岁就是成年了，那这样我们的高中家长才真的会体验到很多欧美国家，就你只能跟小孩好好商量，你不能再要求他非怎么样去念大学不可了等等的，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去把新课纲这种比较是自发互动达到共好的这个理念在高中这边进一步的去落实哦。所以我也很希望台湾下一代可以更早的把自己当大人看。谢谢。好，那有9位朋友们问说，为什么这样子家徒四壁哦？这真的是你的房间，真的是客厅吗？还是什么 3D 建模啊什么的这个产物啊？这个真的是我在信义大楼的住处哦，就是首长的住的地方。那一般都会放个书柜，放很多书啊什么的。但是因为我都只看电子书嘛，所以我没有什么书可以放。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因为这个软体自动去背就比较容易了，它不会被很多背景突然间冒出来的东西来干扰，所以我现在视讯大概都是在这一间视讯，主要就是说它的背景比较单纯，但这真的是我的客厅没有错啊，谢谢。那有91位朋友们问说，嗨 AU， 你在行政院是用 OKR 来带领团队，可以跟我们分享 OKR 跟 KPI 有什么差别吗？是不是 OKR 的效率会更高哦？OKR 大概就是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小的团队自己决定自己想做什么，然后把它我们叫 work out loud 嘛，不吝于分享给大家，而且到最后只要你愿意做 postmortem， 就是说做一个没有达成的检讨，那其实你要周转也不是问题。那 KPI 就比较不是这样、哦、KPI 好像很难周转，你定下来呢，有达到就是达到，没有达到就是没有达到。但 OKR 本来你就可以说，哦，那我 best efforts best basis， 我觉得别的更重要，我这边做到 60%， 那为什么？你只要讲得出为什么，能够对内跟其他的团队跟其他团队成员给出交代，那对外对你的就是客户啊利害关系人给出交代，只要有这个双面交代了，把大家黏在一起哦，那就算做过关，那比较不会是线性的，好像大家都一定要达成某一个KPI。 但那也是因为我们在行政院做的是协调工作，我们并不真正意义上是在生产任何事情，所以我们可能才可以 afford 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并不是主张说 OKR 要全面取代掉 KPI， 而说在适合做 OKR 的，它比较要是需要新的情况来，你要快速做反应，比较敏捷的去做反应的，可能还是以协调跟服务为主的地方 OKR 应该是比较适用的。这样好，那有87位朋友们问说，他是一位想被控制的人哦，问说，请问唐凤怎么样控制别人的脑波、哦、那跟大家说一个就是秘密，就是其实我只能控制自己的脑波，我没有办法控制大家的脑波。那我控制自己脑波的方法，就像刚刚讲，就是睡满8小时，然后一次专注一件事情25分钟。那这样子我对我的脑波就有很好的控制力。但是呢，当我能够控制我自己脑波，然后大家在跟我聊天啊，或者是对谈的时候，可能不自觉就觉得说，哎，这样讲好像很有道理啊，等等。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那不是直接控制大家的脑波，可能是透过声波吧。好，那我们下一个题目，77位朋友们问说，关于睡眠加班，让你养成在睡前阅读前一天开会的文件，想请问连睡觉都在加班，你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让自己的生活处于完美的运作呢？因为我现在是休闲了，我只有睡觉的时候才是工作，所以睡觉就是睡8小时，那个就是上班时间，
睡九个小时就是加班一小时，睡十个小时就是加班两小时啊。那所以有这样子的概念的话，哎，一天休闲的时间还真的蛮多的。就算我加班到十个小时睡觉，那我还是有十四个小时可以休闲嘛。所以这样子的 work-life balance， 就是你如果这样子想的话，哎，你突然可用时间变两倍多，那这个我觉得是大家真的可以考虑。那但是当然就是睡前这样子怎么样不影响睡眠呢？最主要的还是不要一面看一面打断那个文件的作者。很多人会一面看在脑里发出声音，然后就开始跟那个文件的作者吵架了，那样子的话是没有办法批次的形成一个完整的见解的。所以我在看的时候脑里很少发出声音，而且绝对不会打断作者，所以我是等于像扫描器一样全部扫完，然后我去梦里面慢慢去理解。那能够达到这个不要打断作者的这个情况，其实也是靠平常就要练习积极聆听，就是别人跟你讲他的想法他的状况的时候，至少训练自己五分钟绝对不要打断他，不但是讲话的时候不打断他，脑里也不打断他。那有这样子的一种训练的话，那在睡前看文件就比较不是问题。那有70位朋友附和一个 nobody 说就是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问这个问题，你就是没有人，所以就是没有人就问了这个问题，说台湾很喜欢造神哦，那你对于台湾社会把你捧上神坛哦，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以及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哦？我觉得造神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所以我既不特别去鼓励，那我也不特别去否定，我就是把它当作语料，就是欣赏吧，哦，原来中文可以这样子用的这种感觉。那尤其是不要说台湾很喜欢了，我觉得日本更喜欢。日本我的名字在日本就是那个片假名嘛，这个 Odori Tang 在日本已经变成就是类似哆啦 A 梦，就是动漫人物这样子一个状态。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这讲的应该已经不是我了吧，应该是某个动漫角色吧，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动漫角色在看吧，我也不会特别觉得说那个是在讲我。所以我会觉得说那就是大家二次创作的作品，好比像说有人把它做成什么唐凤过台湾脑波耕田啊什么的，或者是有人把它做成什么饶舌歌曲啊什么，当然闪灵把它做成这个 metal 嘛等等，那这些就是这些作者的创作，我就跟一个一般的观众一样欣赏他们的创作，但是我不会觉得这个作品好像我就是作者，不是这样，大家就是二创啊一些素材，所以也是把自己有点当作 VTuber 这样子看待吧，大概可以这样子说，就是自我初音化什么的。那70位朋友们问说，美光之前也有不是 Slido 但是类似 Slido 的问卷哦，那但是呢 All Team Member Meeting 回答不出来，感谢 Slido 提供正确的展开，那所以呢后来就干脆把给问取消了哦，请问怎么样子看。我觉得当然就是需要强化这个玻璃心，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在每一次公共决策的时候都了解到说不可能一下子就让所有人满意，好比像说在我家附近某一位药局哦，那他就在去年口罩实名制口罩地图刚上线的时候，在他的门口用斗大的字，每一张是 A4 纸一个字，全形惊叹号自己一个 A4 纸哦，去贴不要相信 APP 惊叹号。那所以你看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协调口罩地图，然后我走到我旁边的药局看到不要相信 APP 惊叹号斗大的字贴到门口，我一定是会有玻璃心的感觉嘛。但是呢我就是睡饱了8个小时，然后我深呼吸，我强化我的玻璃心，那我还是要推门，还是要走进去，还是要赶快跟他买一些冬虫夏草什么的，然后问说到底口罩地图怎么样造成他的困难。那他就说哦，健保署要我们发号码牌，那我发了号码牌口罩地图就不准等等，那我才能跟他集思广益想出让他按一个键就隐身在地图上的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如果当年没有克服我的玻璃心，那我想这个药师的创建或他们年轻药师群组的创建就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变成新的政策。所以我觉得强化玻璃心、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啦。那这个当然不是只是材料科学的事情，可能也是就是要睡够，这点还是最重要的。好，
那有73位朋友们问说，每天必定阅读的网站有哪些，想知道你讲话的思考逻辑是怎么锻炼出来的。这两个问题没有什么逻辑关系，不过我这两个都回答好了。我有一些习惯了，我会看漫画，醒来有时候就会看 webcomic。 那我固定看的漫画其实只有一个，就是 XKCD 哦，那是非常非常宅的一个漫画。那当然有时候还会看一些别的，那但是 XKCD 是比看。然后新闻网站的话，我会看 Hacker News， 就是 Y Combinator， 那也是非常宅的一个网站，然后那个 layout 都是非常上个世纪，那其他的就加减着看。那所以大概讲，那但是 XKCD 也好，Hacker News 也好，跟讲话逻辑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讲话逻辑的训练大概就是在脑里先去像俄罗斯方块一样，就是我现在在回答这个，其实我在脑里在背景正在想下一个问题，我要怎么样子回答。所以 Slido 这个预览功能对我是很重要，如果没有预览功能，即问即答，我中间就要稍微想一下下。但是呢，我现在就是在用这叫什么乱序执行，就是说用逗号中间空白的时间去想下一个问题。那所以反正逗号我换气或稍微停一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所以我到下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可以预先快取，我把它换成里面的东西拿出来这样。那所以这种乱序执行大概也只有在我不会被别的东西打扰，25分钟专注在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才能够进入这样子一种 flow 的状态里面。但因为我番茄钟用了非常久，已经超过十年了，所以现在这种 flow 的状态是等于就是想进去就进去这样。好，那有77位朋友们问说，如果美光的总公司啊送疫苗给台湾员工啊，是不是可以施打哦？那你要确保那个疫苗的厂牌有通过我们食药署的 EUA， 那有通过 EUA 之后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啊。好，有73位朋友们问说，你常常提到公共决策、全民参与、开门造车，更常谦虚的说，只是听了民众、人民很棒的意见，而且推动。那很好奇，这人民的意见很多啊，你要怎么样子在众多的意见里面取得最佳解，以及怎么样安排优先顺序？这样的思考逻辑以及决策力是如何锻炼而成的？就是靠每个礼拜都参加好几场 Slido 来锻炼的。也就是说，我已经很习惯民主的原则，大家73票觉得优先。就是优先，不是说我觉得什么重要才优先。那怎么样子是最好的解法呢？也是民间形成一个粗略的共识，大家都觉得说，哎，简讯十连制要照顾只有翻盖手机的长辈，这个很重要。那我就从善如流，觉得哎，这个很重要。那如果大家觉得说，哎，简讯十连制它不要去把个人的足迹做任何防疫之外的运用很重要，我们就想办法跟电信公司事后谈出这样子一个透过对价去取得它限于防疫目的利用等等的这样一种合约。所以这些都不是说我自己什么天纵英明想到，都是说大家提出这些东西很重要，而这个真的确实很重要的情况下，我就是好像 Slido 最高票就回答这样的方式，一个一个去执行哦。所以也是很需要像 Slido 这样子让大家能够自由的联署。但是你看这个，因为都很多都匿名嘛，那他就不会打脸哦，都只会打书哦，就是说你不就是不像脸书啊，脸书专门打脸都不打书，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名字，但是我们确保说来问问题按赞的都是美光的同仁的话，你看就算是匿名其实 quality 非常的高。好，那下一个是一样的问题嘛，美光身为美商，请问唐凤可不可以自行采买疫苗跟员工施打？那同样的那个厂牌，那他所提供的药厂还是要通过食药署的 EUA， 不过食药署目前很积极的在抢先的做 EUA，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没有那么大哦。好的，有70位朋友们说我们要听唱歌哦，大家快点赞。好，那真的很棒。那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想要听什么唱歌哦。我通常听的大概都是 rap 会比较多。那好比像说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很喜欢的那个 Alexander Hamilton， 那他是一个用 hip hop 去讲美国开国元勋哦 Alexander Hamilton 的事情哦。所以如果大家不反对的话呢，我也可以稍微 rap 一段看看啊。对，但是就是清唱啊，就没有伴奏啊。
How does a bastard, orphan son of a whore and a Scotsman drop in the middle of a forgotten spot in the Caribbean, a providence impoverished and squalor, grow up to be a hero and a scholar, the $10 founding father without a father got a lot farther by working a lot harder, by being a lot smarter, by being a self-starter. By 14, they placed him in charge of a trading charter. And every day was slave, were being slaughtered and carted away across the wave, his struggle kept his guard up. Inside, he was longing for something to be a part of, brother was ready to bet, still or butter. And the hurricane came and devastation rained. Our man saw his future dripping down the drain. Put a pencil to his panto, connected to his brain, and wrote his first refrain, a testament to his pain. Well, the word got around, they said, this kid is insane, man. Took up a collection just to send him to the mainland. Get your education, don't forget from whence you came, and the world's gonna know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man? Alexander Hamilton.太棒了！啊，这个的，我这个听完，我真的是觉得现在 Slido 全部杀掉就好了。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是666杀，好厉害啊！杀一排战，真的哇！这个谢谢，真的是谢谢唐政委这个友情赞助，真的是赞助到一个极致哦。哦，那好，还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嘛，对不对？对，但是我们再留三个问题，哦，我们再留三个问题。OK， 好，给唐委员、唐政委这边。好，那好，那就这三个喽。第一个是说，想请问唐凤平常的休闲活动是什么？因为国人常看到超前部署的 idea 非常实用，不愧是天才 IT。是整天都在想事情吗？还是偶尔会让头脑放空啊？工作之余最常做的事情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刚刚我讲了嘛，我工作就睡觉那么8到10个小时，所以平常醒着的时间了都在休闲。那休闲的时候，大概就是像透过 Slido 啊，或者是跟大家聊天啊，那或者听一些 rap 啊。或者是 hip hop 啊等等的这些歌，那我是觉得说，其实我自己大部分的休闲活动都是 engagement。那大家常知道说，我会在扑浪啊，在推特啊，在 Google 啊，会找我自己的名字。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大家提到我的名字，那我又觉得，哎，我可以具体出来解决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用25分钟中间5分钟的空档，突然就被召唤出来哦。那这个召唤，我觉得是算是我的休闲活动。那但是因为是非常 addictive。所以我也要提醒自己说，一天也要就是克制住自己被召唤出来的频率哦。那不然的话，面对面的这个 socialization 我就比较没有时间做，就会全部都跑到线上去被召唤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 balance 这样。好的，有79位朋友哦，这个有一位 Andy 哦 ，Andy 他说他暗恋的女神在分组上班的制度底下，竟然被分到另外一组哦，要怎么样调试上班看不到女神的焦虑感哦，在线等哦。非常的急啊、哦！那我具体的建议是说，可以开始考虑远距。那如果远距你觉得没有那么，你知道感觉没有那么清楚的话哦，你可以考虑 3D 建模。那像我自己呢，常常是用 XR Space 也好啊 ，Oculus 也好啊 ，Vive 也好啊。那我只要在那个空间里面，那我之前我有去跟很多小学生对谈，我把自己的那个大小缩到跟小学生高度一样，然后他们就可以面对面平视我，然后就好像大家都进入一个他们的 playground 的这样子一种感觉。那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你暗恋的对象，你也可以试着把它 3D 建模起来哦，说不定也会有帮助。嗯。好，这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好，那有87位朋友们想要问说，想请您分享您的三观，就是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哦。我的世界观简单来讲，就是要成为一个good enough ancestor。就是要成为一个够好的祖先，这好像很奇怪的一个讲法，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不是只有这一代的人的，它其实更多的是下一代，甚至我们还没有看到的下两代、下三代以后的人。那按照一些原住民族的传统是说要到下7代哦，那因为我都相信他们的世界一定比我们的还要有趣，所以我们在做的就是给后代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因为我们这一代想要发展什么，然后牺牲掉下一代的环境或社会或他们的可能性。那这是我主要的世界观。那我个人的人生观就是，我希望我登出的时候的世界，可以就是比我登入的时候的世界要稍微好一些。那
这个是登出，因为任何时候都可能登出嘛，所以每天就是要多做一些贡献了，不要等到日后某一天再来做这样。那最后的这个价值观就是刚刚讲到的选每一边站哦 ，take all the sides。那又叫做 transculturalism 跨文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并不是要为了一种价值而牺牲掉其他的族群的其他的价值，而是在大家不同的文化跟立场里面综合出共同的价值，因为只有共同价值之后，创新才真的是创新，而不是只是好像某一个方向的进步却是扰乱其他方向的价值哦。那所以大概这些就是我的三观啦，那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谢谢。谢谢 Audrey。 哇塞，真的是我现在还是停在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三观哦，还好我没有录影因为我现在还停在刚刚那个 rap 的这个部分我只能说是非常的不得了。那时候在 chat 您可能没有注意到，可能您还在逗点，然后再准备回答下一个题目哦。我们那个 chat 整个是啪啪啪啪，我有看到，我有看到，刷了一排，刷了一排，对，刷一排，真的是刷一排，真的是不得了哦。那接下来，那我们就请我们 MYP 的 sponsor 哦 ，Steve 真来为我们做一个 closing。Steve， 你在 mute 哦？有，现在有了吗？有了。哎，哇，这个压力超大的。对啊，对啊，谢谢唐凤、唐政委。Hello， 你有听到吗？有。啊，谢谢唐凤、唐政委的时间呢、啊，跟刚刚非常多好的问题，对啊，这个然后是不好意思。这样清楚吗？可以很清楚，是的。OK， 呀、yeah, ，那刚刚在会前的这个 rap， 我们就有看到那个有问那个唐政委说已经收到我们两个礼物。那事实上，这个、公仔是在公司里面我们要得到 culture champion 才有机会拿到的，所以甚至很多人都没有。我相信在场很多那个主管都没有呀， yeah, 所以。希望你会喜欢我们的礼物。那今天我们认识到就是不同的唐委员，所以然后你的思路这么的分明以外，又具备了这些幽默感。那刚刚我觉得有很多你在念问题的时候，这速度非常快，我连逐字去看都跟不上你说话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身为父母，其实你刚刚讲到说要把小孩子当一个成年人来看，我觉得虽然我们真的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你给我们一些不同的观点啊，尤其是我们在工作上最常被问到工作跟生活的平衡，结果你竟然用另外一个方面去看，说你在睡觉的时候是你在工作的时候，这个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可以用这种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这可能是为什么我会在想说，为什么你可以遇到那么多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或不同立场的人，你会试着用别人的观点去看，因为你都是用反向，很多用反向去思考。这其实在虽然我们在工作上不太有那种很少会有跨专业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跨领域，可是如果我们说我们不同的部门的合作，其实很多也可以用唐政委刚刚讲的这些观念去做，我觉得这可以让我们可以去达到更好的一些目标。然后你刚刚也有提到 OKR 跟 KPI， 其实我们公司在几年前 KC 也有在推这个 OKR， 我们其实也做得蛮有心的，可是很多人都认为 OKR 就要取代 KPI， 可是我觉得你的观点非常的好，一下子就深入这个 key point， 就是它其实不是要去取代任何的，它各有它可以应用的方面呀，我觉得这非常好。然后另外就是你讲到 AI 要怎么跟 AI 做相处哦，然后你特别又讲到 collective 的 learning 哦，这个
除了 machine learning 跟 human learning 以外，这个项目我觉得可以去凌驾这个我们会被 AI 取代的这种焦虑，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不错呀。那要我希望我没有漏掉任何刚刚你回复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因为今天的这个 talk 真的是非常的全面，然后呀我自己等一下回去我可能要看一下录影，用再看一次，然后用50% 的速度再听一次你刚刚唱的 rap， 我觉得非常非常 impressive 呀。那我有看到我有同事有分享说你非常喜欢有一个加拿大歌手李奥纳科恩的一句歌词，我分享给大家你有他在歌词里面说到万事万物皆有缺口，缺口就是阳光的入口，所以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我觉得不是在你刚刚的谈话里面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一些缺口让我们看到机会，让我们去创造机会呀，我觉得对我们每天在跟竞争对手竞争的这个公司里面，我觉得这个非常可以让大家看到希望，就即使在最艰苦的时候呀。Yeah, 谢谢，再次谢谢唐凤，也谢谢 MIP 跟 Cry 给我们今天这个机会，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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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 然后谢谢 Audrey， 谢谢那希望这个缺口不会变成防疫破口哦，那就是好，那不会今天肯定的，肯定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 Go Micron Chair， 这是虽然只剩一分钟后，但是今天的 Go Micron Chair 是比较不一样的 Go Micron Chair。那就麻烦各位把你的 view 来打开哈，会变成脑波的 Go Micron Chair。OK， 准备好了吗，各位？KC 在耶 ，KC 你要不要来，或者是Audrey 你来 lead 大家来做这个 Go Micron Chair 啊？没有，你们 lead， 你们 lead， 好，那我们就准备了。好 Go Micron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Audrey， 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拜拜，拜拜。